十八个战老官的水南东山连场，伫咧好撇色灯光之下，可以伫咧暗时更加辉煌。这是伫咧新北市瑞丰区良心里的十三站位置，台灯暗算要将这个封存超过三十吨的历史建筑重新启用。这摆请来北体美国自由女神、加马来西亚双主持大楼设计灯光的国际级大师周连，也个艺术家何彩流做回来计划，要把这个所在打造成台湾的天空之城。所有的历史的痕迹里面，我们几乎不可能看到高色温的光跟建筑。右边房子的左面还有那些植栽，那里做得特别亮。那为什么右边要用比较色温高一点的话，就是把左边跟右边的这个当时的活动的情形不一样。左边是挑矿、捡矿、炼矿，右边是下半段，它的建筑的时间不一样。为中秋节开始，暗时六点到九点，十三站为止，无过像过去遐尼避暑，但都是要让更多人看到世界文化沾入点的水。它其实，在早上的时候，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极简的雕塑，就是一个 I 的形状。但在晚上的时候，当它灯亮的时候，就很像你稍微推开一点点门缝，然后在门缝里面满溢出一个光芒这样子。那我是希望说，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作品，然后其实它有一种超现实跟魔幻的一个意象。那它也很像，就是透过这个门缝，我们可以去哪里？好像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些过去的历史的痕迹，或者还是我们可以到我们的未来。我觉得我希望说，这个开启这个门缝，就像是开启一道道的想象，然后通过这个想象，也许能够让观众有自己不同诠释的空间。这座金龟族上大的酸奶厂，伫咧1933年完工。是日本人所设计，用瓦山来起，是因为考虑到矿脉分布、甲矿山的采掘。当时酸矿、炼矿拢是伫这个所在进行。了后，水南东酸炼厂是由台金公司接管，一直到1980年，台金公司结束营业，才阁转予台电接收。十三站的外口呢，拢有遮物件围起来，因为这边阁有环境的问题。因为重工业所产生的锌甲铜，和土质甲地下水变垃圾，政府把这个所在划入去污染管制区。其中这三条盘山过岭，长度超过1公里的大型排烟道，是工厂为了要将有毒的废气排去地沟山北边所设的。也因为安尼，废烟道会使讲是目前重金属比例上高的所在。为了防止民众加入，四周围拢会使看到经过的故事，就是因为这个所在老店头内底物件，若是经过空气接受着过量的毒害，恐惊会对咱人的肝甲心造成影响。新北市环保局在106年的时候又发现新的市政，所以他们就进行了一些补充的调查，
那结果调查的结果呢，超过我们出品办法里面整治厂址的规定，就是有影响国民健康跟生活环境之余，所以在107年把它公告，环保署把它公告为整治厂址。整治厂址就是污染程度比较严重了哦。那这个是它之所以被列为污染区的一个历程。虽然讲较毒害过路，但是坑咧木材嘛唔是办法，因为伫咧应用海边的这个酸冷臭位置。唔闹控业的文化，冇环境教育甲观光的价值。当然，我们会就是说它怎么样去设计，然后怎么去架设。除了安全性上，还有它的艺术性上面的整体美感的呈现，包括它的灯光设计等等的，我们都会有专业的这个专家来评估。那因为这个厂址比较特殊一点，它是我们属于新北市的历史建筑，所以它其实必须先经过文字审议大会的核可，通过了之后，我们才会再进这个公共艺术的审查大会。其实这两个案子都已经通过，我们有请他提修正，那也都已经有提上来了，所以目前是顺利的。所以台电在2017年启动13站为止公共艺术计划，将污染控制场变成整治场，为13站为止解决问题，这也是土地污染用地再利用修理。因为其实三层是当年柴选冶炼这个采矿流程的最后一个点，所以我们是希望从最下面开始往回去推展这样的计划。我们就是透过一个艺术介入之后，让环境教育场址可以有更不一样。其实我们在这一次并还没有处理到污染的部分，因为其实污染的土其实我们没有去挖掘它，它就是在表面上，那我们其实是透过平铺在它上面的方式去做灯具的布设。不过这项变化也给当地居民带来烦恼。详细看13站位置下卡的水南洞停车场，因为在正面看到酸辣手，这个最佳的角度也变作真侪观光客打卡的新乐园。居民也烦恼这个暗时新景点，交通、环境和治安会受到影响。交通的问题吼，就是讲顶下滴两年外前这个飞燕道下迄落代志吼。我阮家住伫遮迄个长仁社区遮诶居民吼，人讲是阮连心里遮吼，因要转去诶，即个路吼拢加真不方便啦。过去敢若亲像遐居民你讲诶，转去只拢是5分钟诶路，结果舞到尾啊，遐游客来车乌袂停吼，变作讲拢爱转到厝拢差不多2点钟啦，拢造成塞车呢。啊，佮即个环境嘛是共伊来去看即个肺炎道吼，啊，算讲即个卫生纸拢乌袂黑啦，保特瓶啦。阮一天拢捡10几包的迄落粪扫，拢变作讲粪扫有够侪啦。啊，你拜托公所来捡，总嘛是有限啦。啊，佮有咱当地居民的一自发性哦，所以才甲这个问题才甲迄落处理煞。这嘛经过差不多3个月有真痛苦的迄落时间啦。治安这个问题嘛是共，你游客一个来足侪，变作拢变来装来安尼乱行吼，你的当地的居民哦就。所以造成恐慌之力啦，变作讲，拢从规砖头，拢从一寡较生温下落人哦，变作讲伊嘛真困扰的。它的一个横向连接的这个部分，能够让居民可以放心、可以安心。好，那能够让这座慢城，能够让这座山城，好拥有原来的这样子的一种舒适跟宁静。所以我们期待的其实是这样子的一种氛围跟这样子的一个连接。历史建筑是不是因为工程来受到影响？这也是文书工作者关心的重点。事宜最重要的东西是在保存、活化。可是我们现在的那一些记录一直在被破坏，世界遗产呢？你是不是要做整体规划？我讲一开头诶，工矿遗址四个重点。一个就是当时的社会人文，第二个东西就是生产模式，第三个是运输模式，第四个东西就是产品。事实上，文书工作者和在地居民并不反对台电的计划，
因关心的是台电是不是做好文化工程的规划，所以地方政府也叮当起来，希望帮助在地重现早前黄金山城的风华。光雕的情况，那会不会造成光害？对生物的冲击，对当地居民的冲击，这个在审查的过程中都有提醒开发这个台电的单位，在做这样的装置。这个灯光装饰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到这样的点。我们不会进行一个所谓深层的一个挖掘，而是采用尽量不去干扰目前现况的一个浅层施工的方式，采取地表50公分以上施工的方式。目前我们正在规划整个周边地区，包括水南洞、包括金瓜石，有一些交通的配套措施。我们希望民众尽量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到这边来啊，不管是欣赏也好，或者是了解这整个台湾早期的一个采矿历史。另外呢，在白天我们也会安排一个交通船，希望从海上来看水南洞，从海上来看整个九份不同的景色。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能够让周边的这个所谓的在地经济或所谓的在地产业，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。未来13站为止，甚至有机会透过土地污染的整治来脱胎换骨。这项特别的计划，各界也过来观察。毕竟，若是台电成功，其他的污染用地，亲像伫咧桃园市的台湾美国不刷电公司桃园厂，还有台南的中石化安顺厂等等，也会当用这款的方式改头换面，透过合地开发的方式充分利用。凡是有机会让城市的导流变得不一样，不但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价值，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。为透早到暗暝，为过去现在到未来，不管是都市还是庄稼，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，每礼拜五暗时9点到10点，公司台语台台湾艺术科记录台湾事，做会变未来。贵宾，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中秋快乐。我是今天的活动主持人郭雅慧，非常开心在这个日圆人团圆的夜晚，大家齐聚在这里，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来参与点亮13层点灯仪式的现场。我相信过去大家在经过九份金瓜石的时候，肯定跟我有同样的疑惑。在我们身旁这一座被说是台湾版的天宫之城，为什么会这么神秘呢？当地的耆老告诉我们，它的全名叫做水南洞选炼场遗址。由于整个建筑是跟着山势层层叠叠的往上来搭建，所以它另外一个名字又被叫做13层。过去它见证了金瓜石这里采矿的风华，不过在1980年代，由于采矿没落，所以呢，13层遗址是由台电公司接管了。它尘封30年，不过由于这土壤当中的残留物质被划分为污染管制区，30年下来，整体的建筑其实是保存得非常非常的良好。那么文化部在2003年将13层遗址列为是台湾世界遗址的潜力点之一，紧接着台电公司是在2017年开始启动了公共艺术计划，也就是在今天我们这个点亮13层遗址的公共艺术计划，希望借由这样的行动能够推动地方观光，同时也能够活化古迹，让它可以创造双赢，也尽一份心力。今天非常开心有机会大家齐聚在这里，
那么台电为了这个计划，其实经过了2年多的努力，还特别邀请到的是国际照明大师周烈老师，他在美国为这自由女神来设计灯光，他的作品也在世界各大的城市作品当中可以看得到。这一回呢，他特别要携手的是台湾的新锐设计师，有艺术家何彩楼老师，两人一块来携手合作，于是有了今晚的美好。非常开心今晚大家齐聚在这里，这也是台湾第一起由公共艺术活化了像这样的污染管制区，第一起出现这样的文物计划。那么非常开心还有非常多在一路协助我们的贵宾今天也莅临会场了，接下来请大家用掌声，我来一一为大家介绍今天与会的贵宾。首先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副院长，欢迎副院长的莅临。还有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委员，欢迎您。经济部部长沈荣津部长，欢迎部长。文化部部长郑丽君，欢迎郑部长。交通部部长林佳龙，欢迎林部长。国发会主委陈美玲，欢迎陈主委。交通部观光局长周永辉，欢迎周局长。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陈彦博，欢迎陈局长。还有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台电大家长董事长杨威甫，欢迎杨董事长。台电工会理事长丁作一，还有台电总经理钟炳丽，以及文化总会副会长张春南，欢迎副会长。文化总会秘书长林景昌，欢迎秘书长。立委黄国昌办公室赖嘉伦主任以及服务团队，立委陈曼丽，欢迎陈委员。新北市副市长吴明基，欢迎副市长。文化局长蔡嘉芬，欢迎局长的莅临。交通局长钟明石，欢迎局处首长们今天愉快的莅临，以及我们所在地新北市议员林益启议员，基隆市政府的秘书长李同成，以及我们的局处首长们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基隆市副市长林佩霞，欢迎副议长，以及基隆的市议员今日愉快与会。海洋科技博物馆馆长陈素芬，欢迎馆长。还有我们的海洋大学校长张清峰，欢迎张校长。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长陈习南，欢迎董事长来。就有好多艺文界的人士还有艺术界的人士到场来支持，我们也有再用掌声来欢迎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林曼丽，欢迎林董事长。艺术家何彩柔，欢迎何老师赐给我们今天这么文办的灯光，以及周烈老师的团队艺影照明设计顾问负责人朱文英老师，欢迎朱老师。悠人神鼓的创办人刘若愚老师，稍后会看到他们非常精彩的表演。RC 基金会的董事长陈荣全，好，我们非常谢谢今天到现场来支持的所有贵宾。稍后各位朋友们，我们的仪式启动之前，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倒数，从5秒开始倒数。那我们要请的是台上的贵宾高举火把往前点亮我们的火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点亮13层，正式启动。我们请长官贵宾们维持手势，一起看向正前方，让摄影记者们可以记录这历史一刻。往正前方，先往正前方看，让我们的摄影记者可以留下历史一刻。谢谢长官贵宾，也邀请您回座，谢谢您。我们启动仪式完成，接下来就要请大家把目光看向13层遗址，心中倒数5秒钟。
设在关隘，隐藏在泥地中生息，随着大地的呼吸滋养，悄然而生。阴阳在潮起潮落，水晶球的波动与呼吸。今晚在中秋夜里，琥珀色的光芒将唤醒石南洞的黄金岁月。就在周恒毅老师的音乐设计当中，十三层遗址正式的点亮，光的轨迹画亮了庞大的古建筑，也连接了台湾这座岛屿的古今。希望这份光明守护台湾，给予台湾祝福与希望。